比任何一个事业、任何一个团体的贡献都要大。那我到现在我的感觉啊，你们还可以发更多的声，讲更多的事。原任的王理事长，现任的李理事长，各位先进，各位大师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非常的感佩我们的原任王理事长，他在任内8年的贡献，我们所有的李监事的配合，能够奠定了今天的基础，非常不容易。而现任的林理事长是我军中的老战友，也是金门老乡。在林理事长的卓越的领导之下，打破现在的僵局，奠定我们未来胜利的基础，好不好？好。向各位报告我的心得，再次对于李会长的敬佩，再次对各位朋友的支持表示感谢。再创辉煌，利用这个机会，我们再以最最热烈的掌声来恭喜莫元主席。横贯了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东到江苏的那个出海，它贯穿了黄河、长江、淮河，可以讲是对中国当时的陆运。从大陆迁台的这些前辈们，的使命跟任务，同时呢，也要让年轻人们一起参与，推动和平的这样子的使命。那，左边的我们无锡、南京、苏州、扬州好几个城市去采风写生，那么我看到了很多的我们两岸的年轻人、大学生在一起写生创作，分享他们的心得。艺术家一起创作，互相借鉴，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，充分发挥文化人的教化作用，促进两岸同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体，共同描绘两岸关系的美好未来。创作在活动中更深刻地了解四川。在明年要把我们的音乐、美术、新闻、影剧这4大面向整个的做一个系统的整理，到时候欢迎大家一起来，谢谢各位。京杭大一楼，北起杭州南若道，北起北京南若南道。我们下面有请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李正奇上来。好，李正奇长，李委员大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，一定要来参加中美协的理事长交接典礼。他告诉我，创风出发，到了他家晚上9点半了。肖老师夫人心疼啊，泡了一壶好茶。我们两兄弟呢就坐到阳台，观看淡水的夜景，喝杯好茶嘛。诗书气自化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我的同学50年。我们呢不仅认识50年，他跟我结拜50年，所以说呢我才可以呢荣幸上台北就住他家去。流传的历史是什么？其实是艺术跟文学。我很有幸就刚好这两个工作我都有在做，虽然呢第三位我们聘洪启义